拯救我脱离给我暗设的陷阱，因为你是我的保护者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平安，神父平安。我想我们见证了人与人的冲突，一个民族跟另一个民族的冲突，国家与其他的国家的冲突。我们看到了俄罗斯跟乌克兰这样的战争。其实这个的冲突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也有，在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其他的民族一直不断的冲突，但是更早的可以看到在家庭里面也有冲突。在今天的读经我们将听到是兄弟把自己的兄弟就卖掉，本来想要把自己的兄弟若瑟要杀死，就是这些就是雅各伯的孩子们想要把若瑟要杀掉，但是到最后把他卖掉。冲突一直不断的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？我们祈求天主给我们力量，能够铲除这些冲突从我们的生活中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们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求你恩赐我们经过自我进化的悔改和赎罪的神功之后，能以圣洁的心灵迎接即将来临的逾越庆节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创世纪。以色列爱若瑟超过其他的儿子，因为是他年老时生的。他给若瑟做了一件彩色的长衫，他的哥哥们看见父亲偏爱他，就记恨他，不肯与他和气地谈话。若瑟的哥哥们到舍根去牧放父亲的羊。以色列对若瑟说，你哥哥们不是在舍根放羊吗？来，我要打发你去看看他们。于是若瑟便去追踪他的哥哥，在多堂找到了他们，从远处就看见了他，在他走近以前就决定要谋杀他。他们彼此说，看哪，那做梦的人来了，我们杀了他，把他抛在枯井里。我们就说是被猛兽吃了，看他的梦会不会实现。罗本听了就设法从他们手中救他，便说我们不要杀害他。勒乌本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流血，把他丢在这旷野的枯井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他的意思是想从他们手中救出他来。
交还给父亲。若瑟来到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脱去他穿的那件彩色的长衣，抓住他，把他丢在井里。那井是干的，里面没有水。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一望，看见一对从基尔阿海来的伊斯玛尔人，他们的骆驼满载树胶、香溢和香料，要下到埃及去。犹大对兄弟们说：“我们杀害自己的弟弟，把罪行隐瞒起来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不如把他卖给伊士玛尔人，免得对他下毒手。他毕竟是我们的弟弟，我们的骨肉。”兄弟们都同意了。米德扬的商人经过那里时，他们便从井中把若瑟拉上来，以20块银钱把他卖给了伊士玛尔人。商人便把若瑟带到埃及去了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。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。上主在那地方降下饥荒，断绝了急需的食粮，他却预先派遣一位使者，就是那被卖为奴的若瑟。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。他的双足扣上了脚镣，他的颈项戴上了枷锁，直到他所讲的预言应验。上主的话证明他未尝欺骗。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。于是君王下令释放了他，立他为国家的宰相，一切财务的总管。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。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把自己的儿子交出，使信他的人得到永生。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书记和民间长老说：“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族，配置了一座葡萄园，四周围上篱笆，园内掘了一个炸酒槽。”筑了一座守望台，就把园子租给园户，然后离开了本国。到了收成的时节，园主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取果子。园户抓住了仆人，鞭打了一个，擦了一个，又用石头砸死了一个。园主又打发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更多，园户也同样对待了他们。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必会
敬重我的儿子。但是远户看见是他的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了他，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他们抓住了他，把他推到园外杀了。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，要怎样对待那些园户呢？他们回答说，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，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出产的园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将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五角的基石，这是上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。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？因此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。实际上和法利赛人听了这些比喻，知道是侄子他们说的，就想抓捕他，但又害怕民众，因为他们都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主平安。是礼拜二从福大的那个中修院回来，在路上在途中就听了广播，那是广播的这个主播他就讲了，他说我们听过了，我们要爱人，但是呢，我们应该是怎么去爱人呢？我们不需要做一个伟大的事情才算我们是去爱人。他说我们在每天的小事上，我们应该为在我们后面的人着想，每天在小小的事情上，我们要为在我们后面的人着想。他就说，比如说我们吃饭，我们用盘子碗，我们吃完了，我们也要把它洗干净，为了后面的人，他们要用的时候，他们用干净的盘碗。我们用完了，我们把桌子要擦干，甚至我们地板也是要拖干净，为了后面的人，他们来用的时候，他们也应该是有舒服的环境。我们丢垃圾也是一样的，不是随便丢，那后面的人，那个清洁人员他们来收垃圾的时候也成他们的困扰，我们就想好把可能是垃圾分类什么的我们要做好，这个是表达我们对别人的爱。从这里我们要看的话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，我们也应该也可以去做的，为后面的人要使用的为他们着想。在公园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来享受这公园，但是我们也让别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享受这个公园的美，而不随便丢垃圾。好，在今天的福音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葡萄园主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应该是非常非常有爱的，他为后面的人着想。后面的人是谁？就是葡萄，他要租给葡萄园户这些人。我们如果到以色列，我们去朝圣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土地是怎么样的土地，有非常非常多的石头就在那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的可能是因为他们用比较现代的一个方式来灌溉，来经营，来耕种，所以比较看着是比较好。但是我们会可以看到以前的他们是怎么做的，他们把石头堆在这里，堆非常非常的多。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的石头应该是到处就是满地都是石头，
今天的葡萄园主，他把这些要清理干净，把石头放在边边当作篱笆，把石头也放在一处当作收网台。不只是这样的，他把这个土地也种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他种的葡萄应该是精选的葡萄。那这个还不够，他还准备了杂交池。杂交池是用石头啊，那石头就上面要把它装的，下面还要收这个葡萄汁，所以这个葡萄园主他为后面来用的想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他也做了非常好的准备，很有爱心。他做完了，他就把这个葡萄园租给这个葡萄园户。但是后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来耕种，他们来照顾这些的葡萄，他们的心在哪里？他们的心有没有为别人去着想呢？没有，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。把这个本来他们有没有可能是没有土地，他们后来他们就是有了这个可以照顾，他们有了有了收入，从这个葡萄园里面的所熟的这个果子，他们有了收入，他们也可以也以感恩的心把属于主人的要给他。但是我们看到的主人派遣的人来要拿属于他的，他不但这些葡萄园户不但是不给，还打了杀了，甚至葡萄园主的儿子也是遭杀了，非常非常的凶狠，一点的感恩的心都没有。我想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，天主照顾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他把他的恩宠是赐给我们，我们数不完，天主所给我们的恩宠我们数不完。我们应该是以怎样 的心 来给天主的回馈呢？是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葡萄园户拒绝也是杀害吗？我们应该感恩，感谢天主给我们无数的恩宠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宣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宣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
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